十抽，二十抽。吸波，天哪，好大哦！我说眼睛，然后这个呢，这个就是风法师，他的三招都是范围技，觉得还蛮好用的。土的萝莉法师，蹦蹦炸弹，我们今天要来玩的是全新的RPG 动作冒险手游，这个是无名之师。然后大家有要预约的话，也可以很简单的动动手预约一下。然后官网这边的话，右上的话会有预约，这个就是游戏里面它过场的时候会有的动画，很像在看什么动画新番的那种感觉。这里面大概的一些角色比较偏魔法幻想，然后异世界的那种。那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它是怎么战斗的。它这里面的战斗就是有点横向卷轴这样，就有点像那种街机的那个玩法，就是横向的。可是它有些地方地图在探索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找宝箱的时候，它会变成比较 3D， 然后可以360度回旋这样子。等一下有70抽，我们可以来抽抽卡，看那个卡池什么时候解锁。因为我这边是刚过完新手教学，那我们可以先推进一下主线，带大家看看。那剧情的话也会有一些 CG 图可以看，跟一些动画片段都可以看。每一关它就是会这样有那种推关的感觉，然后每次进关的话会有一些体力消耗。它的这个剧情啊，就是会有这个 3D 建模的人物，然后也会有一些动作的表现。黎奥就是我们了，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的角色。我们要进关前都会有一个这样子的，很像一个就是跳船。就是要战斗，然后你们都要这样跳下去。好，这边是战斗，那它战斗的话就是有点这样横向的嘛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用摇杆，左边的这个摇杆。然后它有些角色会有一些招式的连段接技，所以你说你不能就是随便按这样，像它可能就要两次技能再接两个这个比较大的这样子。然后像这边就是有那个宝箱，所以刚刚战斗的时候会有点像 2D 横向的嘛，视角就比较不会那么就是都 2D 这样，你可以稍微转一下，这边就开始比较自由探索的部分。操控星盘哦，这个里面也是会有一些解谜的，然后这个就是你要转一下，转到它像这样子就可以前进了。哦，我们解锁了，可以了，我们来看一下。70抽保底耶，所以他刚好给我们就是70抽保底，然后再加上刚刚推关卡就有26抽了。常驻，虽然说这边是常驻的，看一下要怎么抽勒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紫光感觉就是没有哦，刚好可以抽装备，顺便抽一些装备。10抽20抽吸波，天哪，好大哦。我说眼睛，60抽，哎，有金色了！哈，我抽到的是武器。哎，我又连续金了，双蛋黄，这游戏也有双蛋黄，怎么又是这个？笑死，怎么都是武器？The next day， 为什么不坐椅子要坐楼梯？他可能觉得这样比较帅，他想要那个给你看。这只大猫这次封测给了蛮多抽卡券的，这个绿色的东西共鸣乐章就是抽卡券，我们来抽一下看能不能抽到五星角色，我们就先来抽一下吧，然后等一下就来用新角色去推关。这是出了意思吗？金色，哎，抽到了水法师，看起来水法师，看一下。哎，可是他不是这里面的角色哎，所以哦，在这里梅丽总共有六个，我们还有60抽，应该还有机会可以再拼一只五星来看看。60抽有没有金光？ No. 没有，哇，要保底了，要出了，最后的金光必出。嘿，我都拿到不是看板娘的耶，这是匕首。这只是土元素的，五星的就给它升一下。然后这个是风元素的弓箭手。好，试打一下。好，我们来用一下刚拿到的五星。
哇，这两只也还不错啦，只是呢，因为我们抽到五星了，所以我们就来用一下吧。因为它战斗的时候会是一个横向的玩法，所以有时候你要对准一下位置啊。可是大招好像会空大，大招就要看一下时机。啊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梅丽哈，梅丽。哇，它会飞上去哎！这就是我的绝物之剑。哇，它是比较强的，是直线。果然是五星，五星的技能都比较强一点。就是这样，简简单单，刚好拿到五星角色。哇，它的衣服旁边那个花边也太大了吧？到底是一朵花吗？它感觉好像一朵花，好像切片丝瓜，丝瓜。然后他还没有说是什么时候会上市啊，所以喜欢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预约，预约的话可以抽 iPhone 15，又拿到一抽了。这边真的是送蛮多的，公测也会送这么多吗？没怎么样，就两抽五抽这样送。看一下活动好了，登入的话前面就可以拿到这只，我觉得这只还蛮好用的，它的技能有点类似那个刚刚那个土元素的这个姐姐。然后这个也是剧情里面会送的，这个我觉得它就比较偏过渡期使用的啊。这一只的话，开大招后会有那个旁边会围绕一些，就是他说这个基础就会有协同攻击，所以就可以搭配那个战场角色一起打输出。然后这个呢，这个就是风法师，他的三招都是范围技，觉得还蛮好用的。土的萝莉法师，蹦蹦炸弹，向前方抛出一颗蹦蹦炸弹，只是它是土元素的。好，看一下活动部分有没有什么是没有看到的。这个是凛冽寒光，这边达成的话可以送一个体力罐，还有两抽。用看那个猫好了，把那个一诺换上来一下，虽然它就一等。但因为我们有那个超强弓箭手，就有点像是那个比较强的精英关卡吧。我们来试打一下这个。好，你们看这个一诺的技能，它也是机动性蛮好的。虽然我现在没升，所以它伤害有点，但是呢，哇，这个弓箭手真的是，这个就是一诺的技能，然后可以这样子把人家推推推推到墙角，继续推，把它推到墙角。推到墙角，然后呢就围殴你，就很多啦，可以自己研发。我们的一诺怎么要死了？好，打完了，推到墙角，然后呢就围殴你。啊，死了！哇，这个东西在偷射，很烦。哇，这个果然是 BOSS， 有点难打。我们的奶妈，奥义，快点好！哇，天哪！快射他！快射他！死了没？死了没？哦，他死了！切片丝瓜 MVP 笑鼠，所以这个就比较难一点，这个真的要那个练一下。OK， 差不多了，那个后面的话就是可以等他公测啦。参加预约的话可以抽 iPhone 15。好，大概就是这样子，感谢大家。